想要盗垒王黄甘霖的签名球衣吗？还有恐怖分子陈正贤的头盔以及全套球衣吗？这些都是拍卖品的一部分而已，包括签名球棒、签名球，还有签名手套。六支球团的球员都共襄盛举，为南亚海啸的灾民来爱心募款。虽然活动举办的时机比较慢，但还是很有意义。所有的义卖品在中华职棒的官方网站上都可以看到，球迷可以上网出价竞标，最后所有的款项将用来帮助南亚海啸的灾民。